道和图片取自阪神虎官方脸书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阪神虎工具人前田大和今年季后宣布成为自由球员，他将以3年3亿日元加码，附带第四年球团选择权，加盟横滨 NA。现年30岁的大和，本名前田大和，他在2005年日职选秀会被阪神虎以高校生第四指名选中，他起初守二垒手，2010年为了增加出赛机会，在一军开始以外野手身份出赛，2011年他还尝试担任三垒手、一垒手，2012年他以中外野手身份首度整季出赛超过100场。前田大和曾在2014年担任外野手共111场，荣获中央联盟外野金手套奖。他日职生涯除了捕手、右外野手外，其他六个守备位置皆有守备记录。不过，前田大和长打能力欠佳，直到生涯第九年，2014年时第1172打席才敲出日职首轰。打击能左右开弓的前田大和今年缴出一轰16分打点，打击率.280的成绩是生涯最佳。他在日职一军打滚9年，累积499安三轰130分打点，平均打击率.255。横滨 Dana 以3年3亿日元加码，附带第四年球团选择权，签下前田大和，被号为9号。总经理高田繁表示，前田大和是守备的好手，很期待他的守备，也是下个球季球队需要的战力。前田大和则透过声明感谢阪神虎球团12年来的照顾，也感谢球迷的声援、教练的指导等等，他将挑战新天地，希望自己能持续成长。大和图片取自阪神虎官方脸书。